如果唔做藝人，你會想做啲咩？因為我自己好中意研究化妝啦，又諗過做化妝師啦，諗過太多啦。即係我連整指甲，我係咩都好中意。總之幫人扮靚嘅我就好中意。之前去做一啲照顧，應該點講？弱能人士佢哋嘅義工嘅時候，照顧咗一段長時間啦，即係去咗讀一啲關於佢哋嘅 course， 慢慢再讀落去咧，就讀埋一啲兒童心理學啊。因為我就有諗過，其實會唔會做一啲係老師，可能教啲 pay group 啊咁樣。你都好中意小朋友嘅，我好中意小朋友噶。啲人成日話我好小朋友嘅，係噶，你講出嚟尷唔尷尬？有，所以我即刻用笑嚟掩蓋呢樣嘢。其實我哋依家都搞緊一間賣飾物嘅，我諗應該係會做咗網上先啊。係啊，窮啊嘛，唔好咁快做實體啊。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哋。哇，其實你都幾多諗法喎？冇辦法，因為我就一個屎忽鬼啊！你睇我突然之間又中意呢樣嘢，突然之間又中意嗰樣嘢。又諗過開咖啡啦，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睇漫畫噶嘛。諗過就係要開一間咧有漫畫睇啦，有得整指甲啦，隔離有衫賣啦，因為我讀過 fashion design， 然之後仲可以食嘢，因為我中意煮嘢食嘅咖啡。嗰間應該叫商場啊，應該一間商場入邊，應該唔係呢個一個慈善機構嚟，我免費睇漫畫又可以整下膠咁樣。因為人生就係要開心啊！我覺得好，趁自己仲後生啊，有機會就咩都試一試，同埋有時呢啲嘢你唔試咧。不會知邊樣啱自己，或者邊樣自己中意嘅。都係，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。人生咧，你係要不停咁去試唔同嘅嘢啦，或者受到挫折啦，或者係你要遇到好多唔同嘅嘢，你一路去反思，你先可以越嚟越清楚自己嘅。即係成日都有人話我唔知道自己個目標係咩，因為我覺得係你坐咗喺度，你覺得自己唔知梗係唔知，即係試咗你先知，原來呢樣嘢我想做，我又有天分。或者可能你想做，但你冇乜天分，或者做完之後你發現唔啱你，因為啲嘢睇落去咧，好似好玩噶嘛。但當你真係做嘅時候，你發現唔係，即係好似我曾經啊，雖然我身形唔似，我曾經係覺得想跳舞嘅。哦。我參加埋啲歌唱比賽添喎，我入咗圍嘅，係啊，咁後屘就冇攞獎嘅，係啊，可能因為我哋嗰啲字有啲唔出得街。咁今日我哋嘅訪問就到呢度啦，咁到依家咧就嚟到我哋嘅魔術環節。魔術？你玩魔術啊？係啊。好，咁啱啱熄咗機嘅時候咧，咁啊同阿 Wingto 傾咗兩句，我話：咦，有冇睇下魔術㗎？咁佢有啊，之前街頭魔法王我都 event 成日睇嘅咁樣。嚇，係啊，咁話你睇得多唔多？佢多啊咁樣。咁我就問：咁你中意啲咩魔術？我中意啲勁嗰啲啊，因為睇得太多啊。所以咧，既然咧佢話要勁嘅話咧，咁所以我同 Wingto， 我哋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多謝曬咁多位朋友啦，中意可以 subscribe。咁啊，咁算啦。既然係咁。我就不變魔術了，我教你變魔術。好啊，係啦，既然你都識，我就話俾你聽，我哋平時魔術師點樣去揾觀眾啲牌出嚟。好啊，好好，我一路都好想知㗎，我啲 fans 成日表演俾我睇，然之後死都唔肯教我。咁啊，今日趁今日呢個機會話俾你知，咁呢副牌啦，係咪？咁我哋見到啦，每一隻都唔一樣㗎啦，係咪？而家我想你隨便抽隻牌，咁抽完之後咧，記住佢俾鏡頭睇 ，OK？ 嗱。同埋出現嘅時候咧，我仲想你喺上面咧幫我簽個名 ，OK？ 簽個名。你唔係教我嘅咩？唔係，係啊，咁但係簽嘅時候咧，記得咧要簽喺個牌面上邊，咁啊唔好簽喺牌背嗰度 ，OK？ 隨便猜一隻。我要呢只。邊只？我要呢只㗎。我要呢只。唔可以啊！你隨便猜一隻。我要呢只㗎。嗱，佢彈太唔受控制啦，冇辦法。邊頭你？隨便猜一隻牌，邊只得嘅，冇所謂嘅。喂，邊只得㗎？邊只得？喂。好啦，我要。我要呢只，隨便揀一隻啊！隨便揀一隻，果然睇過魔術嘅觀眾特別難搞。嗱，隨便揀一隻，邊只冇錯嘅，邊只得？邊只？你真係要呢只？係啦，我要呢只啦，唉，好煩嘅。咁你記住啦，俾埋鏡頭睇。有想你上邊啦，幫我簽個名，記住佢，證明呢只牌係全世界獨一無二，我唔會有另外一隻多咗出嚟嘅，可以攞嚟做啲手腳啊之類嘅嘢。嗱，不過咧簽名呢樣嘢咧，名是有可能撞的嘛，即係你簽名都未必可以證明到係全世界獨一無二。跟住 Wingto， 我想你寫埋電話 number 落去，咁證明佢就你就冇可能同撞到，因為電話 number 係唔會有重複噶嘛。寫埋電話 number 落去 OK 嘅，真係成講下笑，講下笑唔使。你有男朋友，我驚男朋友睇緊，同埋你男朋友係中意我噶嘛，我唔可以做啲咩嘅。OK， 得未簽咗未？嗱，啲人睇睇 Wingto 嘅簽名，係望住。乾咗啦，係嘛？就會乾咗，你見到
阿 Mindo， 今日我要做咩咧？我就要教你點樣揾觀眾嚟排出嚟。咁其實我哋魔術師平時點樣揾嘅？有多方法嘅，但其實一般咧，我哋都用記號牌。其實呢只係記號牌嚟嘅。嚇？點樣？點睇佢記號啊？你睇唔到噶嘛？正常睇唔到嘅。但係咧，只要你佩戴咗我呢一副液晶眼鏡咧，真係㗎？會睇到神啊！我呢一副隱形液晶體顯影眼鏡係上個月西德最新嘅產品。咁咧，你就可以睇到佢同其他牌唔同。咁如果我唔想戴眼鏡咧？都有方法噶。譬如依家我將你牌擺，你擺翻落嚟先。你睇下遮牌擺喺度，擺喺度。咁因為我正常唔會遮牌係邊只噶嘛，係咪？假設你唔想戴眼鏡咧，我係能夠將呢種能力過俾你嘅。係啊。點過啊？嗱，你伸隻食指出嚟咁樣，係啦。我將我啲能力，中指都得嘅，中指係勁啲。嗱，我將我啲能力能量過俾你，慢慢咧，你睇嘢就會越嚟越慢。係。甚至咧，你會開始睇到啲記號啦。嗯。真係。你看到没有？应该没看到的嘛。为什么刚才我看到那个牌弹起了一下的？是吗？就是这样。啊，真的？就证明你开始看到了。当我摊开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记号。镜头前面的观众是看不到的，所以你们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。那正常你应该看到这牌的颜色是会不同的，你看看。是吗？但镜头前面看不到的，其实这牌是红色的。真的？不过我会用后期将这牌变成红色，大家都看到。那你看到很明显啊 ?Mindo, 很明显有这牌是红色的。這個就是我們魔術師說的記號，這個就是你現在看到的記號，但是觀眾是看不到的，你看不到的嘛，是吧？他看不到的。真的？你真的看不到？你說真的？他看不到，他看到藍色的。為什麼的？為什麼的？但是看這隻是不是你的牌先？嗱 ，Wingto 就是你的牌，是吧？有你簽名的嘛，這個就是我們的魔術師平時找人隻牌出來的方法。點解嘅？再嚟一次啦，係嘛？嗱，因為我撥啲牌嘅時候咧，我想佢做頭像，唔係因為你個真係隱形液晶眼鏡，我過咗俾你，每副咧20,000蚊嘅，係啊，完咗有人聯絡你啊。我想依家我撥啲牌，你除咩地方係停 ？OK？ 係停。停多一次，同樣記住一牌，你俾埋鏡頭睇，唔好俾佢睇到。嗯，咦，又係你？嗱，跟住可以放翻落嚟。唔要放呢度啊？要放呢度。OK。洗完佢 ，OK， 喺呢個情況之下，你覺得我有冇可能揾翻你牌出嚟？有啊。但同樣我哋都係用翻呢個記號嘅方法。你記得就係咩牌噶嘛？嗯。咁啊，同樣佢都變成紅色嘅今次。攤你睇下。嗯？咦？沒有嘅。啊，可能啲能量冇曬。伸一隻食指俾我。我再過翻啲俾你，係咪㗎？係真係，你眯住咁，眯住得，眯住得。嗱，不過咧，食指就正常係咁樣嘅。係。點解一路唔用眯字咧？眯字係勁好多嘅。會三隻咁樣。唔係，如果眯字嘅話咧，就呢只牌會變成你啱嗰只牌。係啊，你打開睇下，呢只咩嚟㗎？呢只咩嚟㗎？七心心。係嘛？七心心。係嘛？所以不要亂用，每隻手指都有它的功效。你不是教我的咩？咁點解會咁嘅？我功力都傳授埋俾你噶啦。尾指嗰就50,000蚊，總共70,000，你同我經理人計就 OK 噶啦。佢哋睇都睇唔到啊，鏡頭前面嘅人睇都係睇到藍色嘅，但我哋會用後期將佢變翻做紅色，咁大家都見到紅色燈底。你唔係呃我啊？依家係咩色啊？係咪藍色啊？紅色咯。唔係鏡頭，我哋用咗特效嘅。好。多謝曬 Wingto，OK 嘛 ？OK，OK 啊，好彩，好大壓力啊！聽佢講話啊，我成日睇好多勁啊，都 OK 啊，唔怕失禮啊。好，咁今日再一次多謝 Wingto 啦，過嚟同我做訪問啦，同我玩魔術咁樣啦。好，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啦，咁啊可以 subscribe Wingto 嘅 channel， 同埋我嘅 channel。好，咁今日條片到呢度啊，再上咁多朋友啊，中意我哋朋友就記住我哋啊，再見，拜拜。